看艺术品很主观的，每个人都会有不同的感觉。有时候很当下，会直接反映你的心情。你会有你的感觉，我也有我的。嗨，又见面了。 我一直不懂，为什么这么多人喜欢把心事讲给陌生人听，知道你最不为人知的一面。我喜欢你，可能我太想谈恋爱了吧。喜欢一个人和不喜欢一个人，都蛮简单的。那你要怎么判断一见钟情这件事？你不觉得他真的很可爱吗？就是想来谈恋爱啊。 这样讲起来很不负责任，但是可以被另外一个人接住的感觉真的很好。但是在很多人面前，发现我们是一样的人。你需要的不是陪伴 ，Would you marry me？ 有一次啊，我们看了一部老爱情片，他就跟我说，我们一定可以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。 好像就是从那时候开始，我觉得害怕。事情到最后都变得一团混乱。我不知道为什么我每一天都想要见到你。我们可不可以先相信现在就好了？你骗我！你不是也在骗我吗？善意的谎言又不是一件坏事。 就算失败了，也可以来个剧本，多好听啊！我连自己都骗过了，没想到他什么都知道。好像不是他需要我，而是我需要被他需要。我不想要每次牵起你的手又要放开。我只是想谈个恋爱。 我不保证恋爱感哦。